原标题：西北王马布访，蒋介石的棋子与弃子。今天甘肃宁夏一带明清以来是回族的聚居地，西北三马宁马、甘马、青马都起源于今甘肃临夏。清朝晚期，西北回民起义势力很大，清廷调中心功臣左宗棠率楚军入陕甘，软硬兼施之下，要么投诚，要么被镇压。投诚的人中就有三马的始祖马占毛、马千灵、马海烈。投诚洗白后，三人摇身一变成为官军。